好了，咱们现在看，这是一场硬仗了 ，S 级高手之战。左边是广州小孩，右边是武汉小黑。不知火我是小孩，八神是小黑。就看这把不知火能不能克制住八神。八神在做一个力回。好了，新版变黑了，把小黑强行关到厕所，下贼打一个防御破坏。小黑用葵花做一个借反，但是距离上来不及，这里终于打到小孩一个收招判定。那现在小孩下贼确认龙烟武打满两段，掌握了想象的节奏了。现在小孩还有12秒，小黑要发起反击，但是时间上越来越，哎呀，没想到吧，打成这个样子。猜到开头啊，没有猜到了结尾。小孩看到小黑的八神也很紧张，因为小黑的八神确实是玩的非常棒的。你看怎么说来着，现在轮到小孩被关到半边了，他想出去没那么容易。哎，九尾狐，关键时刻这一个波害了小黑啊，他肯定很后悔啊，为什么我闲的蛋疼我要发这个波呢？刚刚那个距离小孩是完全可以有反应的这个时间的。哎，刚才没确认中弹，这个打法打的小黑也好难受，想抓前锋了。你看，果然小黑是第一把神的，曾经是，小孩曾经也是，这个第一啊，兄弟，你就记得，没有是永远第一的，他就是只是在某一刻是第一。完了，小黑拿下了小孩。